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7月份 K-pop 男团女团品牌形象排行榜。 30位 동방신기， 29位 AT 姐， 28位 하이라이트， 27位 SF9， 26位 PIX， 25位 Pentagon， 24位 Golden Child， 23位 NewEast， 22位 2PM， 21位 가세븐， 19位 트레저， 18位 워너원， 17位 샤이니， 16位 시노아， 15位 슈퍼주니어， 14位 인피니트， 13位 투모로우 바이 투게더， 12位 엔하이픈， 11位 스트레이 키즈， 10位 B2B， 9位 Winner， 8位 EXO， 7位 빅뱅， 6位 더 보이즈， 5位 몬스타엑스， 4位 아스트로， 3位 NCT， 2位 세븐틴， 7月男团一位是防弹少年团，最多相关关键词是活动公开对应 Proof J-Hope 成果， 正负评分析结果正面评价占 89%。 接下来是女团排行， 30位 太阳， 29位 Ladies Code， 28位 Vicky Mickey， 27位 MIX， 26位 EXID， 25位 Weekly， 24位 April， 23位 ITZY， 22位 Stacy， 21位 Dreamcatcher， 20位 LaBoom， 19位 Wa，
18位 Kirsty。17位 Kepler。16位 Momoland。15位 Brave Girls。14位妈妈母。13位意大利索牛。12位 Lucerapim。 11位 A Pink。 10位 Red Velvet。 9位 Oh My Girl。8位 Aespa。7位乌珠索牛。6位소녀시대。5位 Twice。4位여자아이들。3位 Promise Night。2位 IVE。 7月女团因为是 BLACKPINK， 最多相关关键词是模特回归突破， LISA IG 时装秀。正负评分析结果，正面评价占 77.81%。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好不好？